这回是遇到了一个死变态吧，还敢摸我。活该。今天我一大早居然遇到了一位死变态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上班时间开小差，自己去财务交罚款。哎，你以为你谁啊？凭什么罚我？你没看群吗？他可是总部派到咱们公司的新总裁。还真是哈。你跟我来办公室。我还有怎么样？还不是个臭流氓。今天在等电梯的时候，你想干嘛？看清楚，我才是受害者。原来你不仅是个死变态，还是个女装伪娘。什么伪娘？靠！我怎么把男扮女装的打赌视频发出来？我先出去工作了。等等。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流氓！李特助，今天让你去我办公室拿的盗窃礼送过去了吗？放心吧，总裁，我已经把你办公桌上的礼物亲自放在他的工位上了。以后追求者送我的东西，你们看着处理，别再拿给我了。好的，总裁。什么？桌上？我爱你，我想跟你生个孩子。这谁呀、啊？搞这种恶作剧？这是个误会。又是你。这下要去黄河洗清了。